嗱，各位，呢個被視為有力問鼎下一屆美國總統寶座嘅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啊，咪 Pompeo 啊，咁即係唔係佢就阿特朗普噶啦，基本上嚇，咁而且呢個來勢就好勁嘅，大家都知啦嚇。咁佢哋嘅政策咧，佢同阿特朗普嘅政策咧，亦都可以話拜登同而家今而當今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咧 ，Anthony Blinken 咧，都係照跟嘅，照單全收嘅，所以佢嘅講法係好緊要，好緊要啊！佢嘅政治能量都係仲喺度嘅，政治影響力都仲喺度嘅。嗱，呢個肥鵬俾人俾大陸封咗，佢啲戰狼封咗做肥豬嚇，肥豬鵬咧啊，呢個蓬佩奧啊，最近咧可以話係越嚟越活躍啦，活躍到點咧？簡直好似咧提早啟動佢嘅總統競選工程咁樣喎嚇。其實特朗普都開始嚟了噶啦嚇。咁其中啊，蓬佩奧仲特別提到啊，最近喺一個專訪度，仲特別提到香港，而且係變相確認啊。香港可以話係再一次，係再一次救咗台灣啊！真係咧貴人嚟噶，香港咧係台灣嘅貴人啊，或者真香港人係台灣人嘅貴人嚟噶。嗱，咁啊，肥豬鵬，哎呀，一定要學啲戰狼啊！我作為愛國者，一定要學戰狼。阿堅哥啊，阿瑩姐嗰啲講法就係、究竟肥豬鵬啊，蓬佩奧咧講咗啲咩咧？啊，點講咧？即刻話俾大家知啦！嗱，各位，肥豬鵬，蓬佩奧是咁講的。佢話：我好難過，香港好似好快就唔見咗咁咯。我哋即係指美國人啦，或者即係指尤其 specifically， 即係具體啲講啊，指佢做美國國務卿嘅時候咧，我哋做咗好多好多努力去幫香港人，但係可悲嘅係，事實證明我哋做嘅都仲係唔夠嘅陰功。香港家下只是另一個共產主義城市了。哇，這條肥豬鵬啊，認真謠言惑眾啊，香港明明比一年之前更加自由，香港明明比一年之前更加民主，香港明明比一年之前更加有人權，香港明明比一年之前更加有法治，是吧？哎呀，這個肥豬鵬竟然為了一己的私利都專來講都有的，有沒有搞錯？呢條咁嘅粉腸咧，可以話係仲卑鄙無恥、下流賤格個語長片裏邊，啊語殘片裏邊嗰個屎飛仔啊麥基啊，大家都知啦嚇。哼，佢嘅下場咧，睇嚟咧，佢嘅下場肯定咧都會好似語殘片裏邊嘅麥基咁樣，即係點啊？即係一定都係冇好死咯，一定受到法律嘅制裁，受到警察嘅制裁，受到好多人嘅制裁，彎下手揾啲特種部隊懟冧佢都得啊！好似海地嗰個咁樣係嘛？我哋個總統咁，哎呀，問你怕未？唔止咁啊，呢條咁嘅肥豬鵬咧，仲打蛇隨棍上啊！由香港呢一笪就燒到台灣嗰一笪，咁啊細塵劈完咁話。佢話美國啊，而家做曬辦曬，已經係美國總統就嚟做緊咁啊！個美國係必須要盡力嚇，即係拜登去政府施壓啦。美國係必須要盡力去幫台灣至得嘅，目的咧係要防止中共將台灣變成共產中國嘅一部分啊！即係要防止咧台灣變成另一個香港，就係咁啦。嗱，阿肥豬鵬是咁講的。他說香港人所擁有的自由，香港人所擁有的繁榮，香港人所擁有的美好事物，現在看起來都通通就快結束了。而中國共產黨打算對台灣做同樣的事，而中國領導人想要將台灣人就帶入共產主義那裡，馬列主義那裡。美國人很喜歡這樣，其實現在我哋偉大祖國係民族主義咩？咩馬列主義、共產主義啫，冇咗好耐啦。唉，啊唔好咁講，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應該咁講嚇。呢啲人咧，永遠啊將嘢簡單二元對立嘅理曬抱嗰啲咁嘅肥豬鵬啊，仲話西點軍校啊，第一名啲畢業添，豈有此理嚇！
啊，即係老點軍校有你份。唉，繼續咧講，我哋要沉住到氣講呢啲咁嘅美帝，啲不知所謂嘅人嚇。啊，總之中共領導人佢話，中共領導人咧想要將台灣人咧帶入共產主義馬列主義嗰度嚇，跟住佢話我哋即係美國咧嚇可以做好多好多好很多嘢㗎，查實嚇可以做好多好很多嘢去阻止呢件事發生嘅。阻止台灣落咗落啊！我哋偉大祖國手裏邊啊嘛，落咗我哋中偉大嘅都無論嘅中國共產黨手裏邊啊，咁唔好咩？都幾好啊，係嘛？幾幸福啊！嘿，真係啊！總之佢話我哋可以做好很多嘢去阻止呢件事發生，而且我哋係必須阻止呢件事發生至得噶咁啊！非常似你嗱，各位。從阿肥豬鵬嘅狗屎垃圾邏輯嚟睇，即係話咧，佢就見到香港落得如斯下場，下一個就輪到大灣啦、台灣啦，而美國作為呢個正義超人，大家睇過 IQ 博士就知道啊，正義嘅朋友食酸梅乾變超人，咦，跟住踩滑板咁樣行噶嘛。作為正義超人、世界警察，一定唔可以俾呢啲嘢發生嘅。就咁講啦，再講白啲，即係話美國一定要阻止強國，甚至乎啊要打實強國至得。哇，咁串轉個碼頭顧你，不過啲政客係咁啦，為咗咧選舉，為咗咧成功坐到呢個總統寶座，乜都講得出㗎，乜嘢奇妙都開到嘅，就係咁啦。不過正如我開場同大家講啦，由於特朗普同蓬佩嘅外交政策咧，過去嗰四年嘅外交政策，佢哋在任嗰四年嘅外交政策咧，拜登上任之後，加上佢頭先講嘅美國當今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咧，都可以話係照單全收嘅。所以咯，順藤摸瓜，有理由相信咧，美國真係會幫台灣。真係會，而且台灣好重要噶嚇，日都係有機會咧，再同大家分析嚇。咁即係話咩咧？簡單嚟講，簡單總結，咁即係話用香港之死去換台灣之生啦，用香港之死換台灣之生，呢十個字真係可圈可點。咁啊，即係。香港再一次救了台灣咯，係咪？哇！照咁睇啊，蔡英文 English Choi 咧 ，English Vegetable 咧，真係要咧做翻多啲嘢，做翻多少少嘢啦，報答翻真香港人至得噶嘛，係咪？嗱，好似話咧，少少地一年發多一萬幾千個嗰啲咩就業金卡俾香港人啦，起碼都可以去嗰度嚇踎幾年啊嘛，點同咧？係咪？而家呢個阿黃秋生啊，都話申請到咯，咁唔好淨係黃秋生啦、啊，係咪？黃夏生、黃春生、黃冬生都可以啊嘛，大佬嘅，再唔係起碼係咁呢，我唔可以好快做到啫，起碼整翻一百幾廿萬個台灣鳳梨嚟嘆嘆啦，係咪？橫掂都喺大陸賣唔出咯。係咪送俾人啊嘛？送俾香港人，以為意思意思，咁咪幾好咯？點講都好咧，點都要做翻啲嘢㗎。英文啊，蔡英文啊，或者佢唔做，俾阿賴清德做啊，係咪副總統？阿賴清德橫掂都想跟住咧就接住阿蔡英文咧，繼續做啲即係競逐呢個台灣總統，等民進黨咧就繼續多幾年。哇！咁啊，到時真係有啲拗頭啦，即係到輪到中國共產黨，哇！又搞呢啲嘢。你整啲咩台灣菠蘿我嘆，我啊整翻啲大陸菠蘿你嘆啊，即係嗰只啊嘛，嗰陣時有戲睇咯。點講都好啦，意思意思，總之香港人真係咧，啊，雙城記咧就係咁。香港台灣真係雙城記，而家香港再一次幫台灣，睇嚟台灣都係時候真係要做翻啲嘢啦，拜託拜託，好啦。總之真係好多謝，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啦！有你哋嘅支持，小弟一定會想盡辦法去繼續堅持嘅。好多謝大家，多謝曬。